新加坡唯一的垃圾掩埋场是一座人工岛，这里水质清气，还有红树林的生态，一点仔都袂臭袂阿杂。不过这座人工岛掩埋场恐惊过十冬，就会堆满垃圾，记载袂掉。所以当地政府嘛，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达成永续发展。在眼前看到的海水真清，风景真水，不过你敢想会到，这是新加坡的垃圾场。新加坡的人口要到600万，土地面积无大，要怪找一个所在来处理垃圾，对政府来讲是真大的挑战。1990年代，新加坡本土的垃圾场拢堆满啊，政府就伫南边两个小岛之间起一座专门放垃圾的人工岛——新马古岛。伫本岛四个垃圾焚化厂处理过垃圾，拢摕来遮放。The waste from the household is being collected by what you call waste collect, public waste collector, and then they will send to the waste to energy plants. Then this waste will be incinerated, and then the ash will be collected at our Tuas Marine Transfer Station and shipped by the barges where we see here in a 23 kilometers journey to Samaka landfill, whereby it will be. Samaka 岛垃圾场启用到即马已经24冬啊，那来到这疲惫着臭味，也未看到何神是过杯。垃圾放落去了，顶头阁盖一层土，和草啊伫遐家己发。伫只海边啊，一个红树林，有真侪鸟啊，环境真好，变作一个动植物多元化的生态圈，予人叫做垃圾的伊甸园。新加坡伫咧2019年启动零废弃运动，要伫即个世纪结束之前，将废弃物的回收量提悬70%，和新马古岛的垃圾量减30%。严格过过10年，这个垃圾场也堆满，就要想办法安怎利用空间。It's imperative that we continue to use the Marker landfill as long as possible, to and if possible, to extend its life beyond 2035. 新加坡的新马古岛垃圾场展现城市环保工程的典范，未来这座人工岛也会起太阳能设备，希望能走向永续发展的绿能未来。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辑。